这果实怎么整的？这果都掉了呢。天年头，今年果全掉，家家掉。咋整啊？蒸罐头啊？蒸罐头，这掉地也吃不了，也没人吃。那掉的时间长，那就烂了。这树长得也挺好的呀。咋不挺好？这玩意有一棵就够。说咱们前远前面还有呢吧？咋没有呢？那树，那个树掉的更欢，掉没有了呗，这都。院外的那棵树没掉多少？那也没结多少吧？那也没掉多少，没掉。那头一年结。嗯。摘下来。哎呀妈，这红的红的，这个在家掉一地，这树啊，咋回事？今天这果好像那啥，都是掉，家家掉，我都问了，全都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，这咱这果怎么呼呼一门掉呢？我问问他们，一问他们，你看，你看。这都加了，来了。要不然这个果扎地时候还能吃的。嗯，每年扎地不都吃果吗？今年是吃不上。嗯、啊？挺费劲的。那，看这果。哎呦我天哪！这吃不过来了你啊、哦！差不多，这好的都捡回去吧。再拿个桶去。不用，捡满了去。你们走了，往哪？往我俩吃不了，不买。来买西瓜的，我买西瓜去。别买。嗯，不买，我吃。吃吧。这媳妇一次次跑，买西瓜去了。没点上，走吧。这媳妇给西瓜车撵回来了。给修车撵回来，走到哪儿了？哪的西瓜？大庆。卖西瓜，你跑那么快干啥呀？我在这站一会儿呢。这家给我撵的，人我累的。我这边站一会儿，我看没人，我就走了。刚听着我就往大街跑。你再听五分钟啊，说往就那啥了，还得。还有两个大的呢。这都按半毛算的是吗？啊，咱八毛算的是吧？八毛，哎，还能那什么卖？我回去给你取钱去啊！卖完省心了，省心，卖完省心。那你那可拿回回家了？有鸭子吗？有鸭子，有鸭，鸭鹅子有。我给你取钱去啊！28块钱。你这捧回去的同志们呢？带回半拉去。钱得车里。这拿到半拉去。你再给送，你给送一个吧。我也不偷你西瓜，我就搁这嘎达，我也不老太太抹不动。送能院去。那行呵呵，谢谢你了啊。他、家这大西瓜扛回去。35块6是吧？那你这西瓜也是，要不你捧车上半拉吃去吧。我自个能吃那么多。上火还能吃西瓜？上火的。我这撵你撵直冒汗，你说。人家说的吧，不买这大的，你非得要往娘俩嘎这个大的啊？双城那边都没有，是啊。西瓜这点卖完就卖到头了啊。今年不像每年说嘎地时候还有西瓜，是啊，每年嘎地时候还没、没了，嘎地没西瓜。今年西瓜少，赔钱了。今年都那什么啊？啊，我记得每年都嘎地时候都这么大。今年有点西瓜吧，都运南方去了。南方今年水淹了，没有西瓜啊。北京、上海都上这嘎来拉西瓜了啊。走了，慢点走啊！看看这西瓜，买一赠一，一赠一，买一个大的啊，赠个小崽啊！看人这西瓜这样，啥样？先都开一个，这是大劲儿的搂了，他又给开一个，那个没要钱，这个要钱，这不是买一赠一吗？啊，直接去壳啊，你帮着再洗一遍，再洗一遍也行，再洗一遍直接去壳啊，嗯，再洗一遍，给这水烧刷，扔那盆里去，扔大盆里啊，嗯，那也行，装不下吗？装下。
真有意思，哎呀，这瞅他冒样。再讲话把这水放，哎呀，那破壶，当家一个大窟窿啊！哎呀，不忘灌头吧，蒸腾一下子。蒸腾那一下子就是罐头熬白糖啊。